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355页啊，355页。我们从第三行啊，从第二行看起好了啊，从第二行，这是一个段落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这两句是经文，下面呢是念老的注解啊。诸根指色相身的眼耳鼻舌身是五根啊。越狱呢，就是喜乐的意思，欢喜快乐啊，清净，家祥书讲光鲜也。又宝积经说，如来身者，自心清澈，何以故？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故。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佛如是，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过的日子跟阿弥陀佛决定是平等。是同一个称信的安稳快乐，所以称之为极乐。古大德给我们解释极乐第一个定义，离一切苦。我们这个世界六道十法界里面所有的苦难，极乐世界没有，不但没有，连这个名称都没有啊，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苦难，没听说过。这就是大经上常讲的离究竟苦，得究竟乐。
历究竟苦就是得究竟乐，苦乐是相对的，苦乐都不要放在心上，就是极乐。那为什么乐要放在心上？被喜悦染污了。如果受苦，把苦放在心上，就被苦染污了，苦乐都不清净。啊，苦乐的都是染污。自性清净心当中，不但没有苦乐，染净也没有。不得已称之为极乐。极乐在哪里？极乐在现前，并没有丧失掉。啊，只是现在我们被染净苦乐迷惑了。啊，障碍了心得，心得就是越狱清净，啊，喜乐清净啊，这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们的境界，他们得到了，证得了。啊，在中国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明心见性啊，给我们做出报告，开悟是什么样子？啊，第一个就是越狱清净，真开悟了。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是用现在话说，没有想到啊，我们的自性啊，本来清净啊，没有染污啊。啊，过去没有染污，现在还是没有染污，未来啊，总不染污。啊，叫本自清净。那么染污从哪里说起呢？染污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一场误会。没有染污，自己以为有染污，就这么回事情。啊，能大师说了五句，第一个是本自清净，第二个是本不生灭，啊，自性没有生灭，它不是生灭法，啊，我们看看这个宇宙之间，什么东西不生不灭？我们所看到一切现象，物质现象有生有灭，精神的现象念头有生有灭，大自然的现象也有生灭。你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是有生有灭。啊，找不到一样东西不生不灭。找来找去，大家想到，哎，虚空好像没有看到生命。没错，虚空生灭的现象时间很长，
我们没看到，他生我们没看到，他灭我们也看不到。啊，他的时间比我们长，我们的寿命只有几十年，啊，100多年，看不到。虚空过去无时，未来无踪，他有生，他有灭，我们看不到。啊，在我们这一生感官当中，好像他是不生不灭的，就他这个不生不灭是相似无为，不是真的无为。啊，为什么？虚空从哪来的？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灭。啊，虚空是一念不觉里面产生的。啊，在法相唯识中，百法明门论里面排列的。啊，空间、时间，百法了，这百法当中的二法，它排在哪里？它不是心法，心法是起心动念，念头。它不是心法，它没有念头。它不是色法，没有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没有。它是什么？它属于自然现象。啊，也有来处啊。归在哪一类呢？外法里头，它归纳在24个不相应的里面，有24法，叫不相应心法。啊，不相应是它不跟心法相应，不跟心所法相应，不跟色法相应，也不跟无为法相应。啊，所以叫不相应，真有其事，不能说他没有，也不能说他真有。啊，他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念头当中产生的。啊，空间是讲十方，就空间；时间是讲三际，过去、现在、未来。啊，它是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所谓不相应心法，用我们今天的名词来讲，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比物质现象、比精神现象还要虚妄，还要假，假中之假。啊，我们得认识它，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不再执着。不但不执着，连分别也没有必要。也就是你能把时间空间放下了，你不了解真相，以为它真的存在，它就染污你的自信，它就障碍你的自信，这起了副作用。那所以要晓得，色身诸根是物质现象，愉悦是精神现象，快乐啊。啊，清净是自信本具的现象，我们用自然来称它。
啊，因为它不是心理现象，不是物质现象。啊，它是自性里本有的，本不生灭，啊，清净不生不灭，而且呢，具足。万法啊，他要不具足，他就不能现了。六祖慧能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怎么能生呢？自信里头本来具足万法，没有一样欠缺。遇到缘，它就出现了；没有缘，它就不见了。啊，遇缘它就现现，啊，这叫隐现不同。没有缘，它隐藏起来，自然隐了；有缘，自然出现。啊，第四句也是说的本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定，戒定慧的定，这是什么？自心本定啊！所以明心见性，他所具备的条件就是第一句跟第四句。啊，本自清净，本无动摇。从这两句，就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帮助我们回归自性。这两句太重要了，这两句是因的，因上转的。啊，本自具足啊。能生万法，那是果上转，那是果报就现前了。因一转，果就现。那个果是什么？果是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就是净土宗所讲的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是本有的。啊，如果我们的心清净。本无动摇就是平等了，啊，像水一样，你看清净没有染污，不动，这个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色相都照得清清楚楚，啊，照是心的，照得很清楚是它起的作用，啊，这叫智慧。啊，能照是根本之，照见是后得之。照见是了解万法的真相，设法界一真庄严是生灭法，虽然有色相，色相不可得。啊，像我们看电视画面一样，啊，这个画面清清楚楚，音声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得。啊，为什么？它的速度太快了，一秒钟。我们要用相片一样一张一张的画面来说，一秒钟一百张，我们连翻都来不及啊！一秒钟一百次的生命，啊，以前旧的这个电视啊，黑白电视
是五十次的生命，现在是数码，速度提升了100次。啊，那么过去，也许现在中年的同学还有印象，现在小孩没有了，他接触没接触到，啊，老式的电影是用幻灯片组成的，啊，我们这个就是电影的底片，啊，再放，这个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呢？24次，你就晓得24次四个生灭的一秒钟啊，我们的眼睛就坐不得住了，就被他欺骗了，以为他是真的。啊，电视的画面比他更逼真，因为他加一倍，一秒钟50次的生命，现在用数码100次的生命，频率越来越高。啊，一点破绽都看不出来。啊，那我们先回归自信，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一秒钟多少次，就跟这个玩意一样，多少次的生命。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一秒钟2100兆，单位是兆，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没感觉，完全没有感觉，这个生命的速度就在我们眼前，啊，包括我们的身体、物质现象，我们起心动念、心理现象，啊，通通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所以色相不可得，啊，这物质现象不可得，起心动念那个现象也不可得，这就叫幻相，能生万法，万法的相不可得，不可得，你要得，你要把它放在心上，你这个心就有病了。就病态了，不是健康的。啊，健康的怎样呢？健康的是本自清净，本无动摇，这健康的。啊，所以佛为什么叫人修定？修定是健康的，修定是回归自信。啊，定功愈深，跟自信就越接近，啊，深到一定的程度，跟自信本定啊融合成一体了，啊，修正一如，那就叫明心见性，那就叫大彻大悟。啊，彻悟有什么好处呢？彻悟啊，整个宇宙你全明白了。需不需要学呢？不需要学。为什么？你回归自信。全宇宙一切万法是自性变的，你自己心性变现的，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哪有这个道理呢？啊，学佛，这是经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啊，教下成为渐修，按部就班，好像读书，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慢慢提升，达到究竟圆满。啊，拿到博士学位，好比是成佛。啊，宗门呢，他
不需要经历这些阶级，他没有阶级。啊，教下有阶级，51个阶级，要念书啊，1年级、2年级、3年级，啊，实现10个阶级，施住10个阶级，施行10个阶级，施回向10个阶级，啊，施地10个阶级，这就好比小学、中学。啊，大学、研究所，啊，每一个阶段都是从1年级到10年级，10年级以上，等觉还是菩萨，菩萨达到最高的位置了，跟佛差不多平等了，啊，还差一点。差一点就是他还没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成佛了，叫妙觉，不叫等觉了。啊，等觉是等于妙觉。啊，往上一提升的是妙觉，不叫等觉。总共52个等阶。啊，禅宗不需要登记，所以他可以在很短时间就超越51个登记，他就走佛去了。啊，第一个为我们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啊，他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去求学。那一年是19岁，印度所有宗教、所有学派，他都全学过。啊，家家去参访，学了12年，到30岁。他放弃了。啊，为什么放弃呢？这一些学术，这一些宗教都没有办法回归自信。啊，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把自信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开发出来。啊，这个没人做得到，所以放弃了。啊，12年的学习放弃了，放弃叫放下所执障，那个东西学的越多，障碍越多。啊，他对你解决问题是讲毫无帮助，只是惹麻烦。啊，所以。到毗婆罗树下入定了，啊，入定是什么呢？入定回归到平等，自性本定啊，本不动摇啊，自性它不动不摇啊，啊，我们现在这个心是有动又摇啊。摇晃啊，不定啊，啊，那就是什么妄想念头太多了，无量无边呐、啊！啊，现在的人心，现在人的知识比古人懂得多，但是现代人的浮躁。古人没听说过，为什么？他心清净，他心平等。啊，本来就没有浮躁，
实际上在他一生，在他所接触的众生都没有看到浮躁。啊，即使有浮躁，小风小浪，啊，那就不得了了。现在社会，每一个人从小孩到老人，那个心地浮躁，古人做梦都想不到。为什么呢？他看的太多了，五花八门。啊，他听的、接触到的，比过去的社会复杂。百倍千倍都不止，他心是痛的，定不下来，他心是染污的，无法把它清理干净，只能把染污减轻一点而已。啊，如果要不好好的学，那个污染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啊，所以来生不堪想象心底有一点清净，有一点平等，来生可以得人天福报。如果是大风大浪，严重染污，三途去了啊！你说多可怕？三途进去很容易，出来很难呐。啊，有很多畜生。寿命很短啊，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那个短命的畜生，他躲在那一道，不是死了就出来了，不是的，躲在那一道论次数啊，你投生做一只狗，狗死了还做狗啊，要做几十次甚至于几百次你才能出来。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才知道这个事情可怕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在祇树九国多云，那个时候有工程，有建筑工程啊，佛看到地上有个蚂蚁窝啊，叫他的弟子一起来看，弟子很多都证到阿罗汉果的啊，佛就问大家，你们看这个蚂蚁，它受蚂蚁身有多久？阿罗汉的能量能值五百年前，甚至能值五百世。看看这个蚂蚁，五百世它都在做蚂蚁，死了都在做，还是这个蚂蚁窝在这一窝里投胎，感到很惊讶。佛告诉大家：啊，你们这个能量还不够。佛眼看这个蚂蚁，七尊佛过世了，他还做蚂蚁。那一尊佛，我们讲三个阿僧祇劫；七尊佛，三七二十一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世尊这个开示提醒我们，畜生道去不得了。哎，不要以为地狱恶鬼可怕，畜生好一点，不容易，
回头啊，不容易得人生啊。我们今天已经得人生了，要知道宝贵啊，人生太难得了啊。得人生的好处，容易觉悟，出生太愚痴，不容易觉悟啊。恶鬼地狱太苦，苦到让你没有办法救啊。天人享乐，享乐就迷了啊，对修道这个事情啊都不愿意干了啊。人道苦乐参半，苦多乐少，容易救，得有人提醒，没有人提醒不觉悟 啊有人提醒这是缘分啊，但是自己必须有善根有福德啊，遇到善知识能接受，能信，能修，能证，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经典上字字句句都给我们很深很大的启示，我们自己要会看，要会听啊。学佛学什么，这个一定要知道，学清净心，学平等心啊，就在我们经体上啊，这个经体太妙了这个经体是无上的法宝啊，啊，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戒的目的是什么？是清净心，那么我曾经看到有修戒的啊，样子吃得很像啊，穿袍大衣啊，透薄吃饭，都是一形象啊。心清不清净呢？不清净啊。怎么不清净呢？功高我慢啊，对于一些破戒的啊，没有像他那个样子，他瞧不起啊，他回谤人破戒，将来你们都堕地狱，就是心不清净的，心不清净那个戒白学了。学戒的目的是得清净心啊，得恭敬心啊，得真诚心啊，这三个都没有啊。不学戒的时候他很老实一点，还谦虚一点，学了戒瞧不起人了这什么原因？为什么中国古人学戒能得清净心，现在得不到？原因在哪里？古人有根，今人没有根啊。古人什么根？古人从小培养出来的孝敬，他有这个根，所以那个戒管用，真正帮助他得清净心。现在没有孝，没有敬，心浮气躁，学会了一点就拿这个当作尺码子到处量别人，哎，不合标准你批评他，造口业啊。
啊，佛门里头有道宣律师的故事啊。啊，道宣是律宗的祖师啊。啊，中国戒律开山第一位。啊，终南山的律宗的初祖道宣律师。啊，大菩萨实现人。啊，表演这一招给后人看。啊，窥基大师。啊，那时候是大法师讲经教学的。啊，这是贵族出家的。啊，他本来不愿意出家，玄奘大师看中了。啊，叫他出家，他提出三个条件。啊，他习气很重。啊，从小过的是宫廷富贵的生活。啊，他的叔父尉迟敬德，唐太宗的大将，从小生活过惯，不能吃苦。啊，我出家要带一车金银财宝。啊，玄奘大师同意了。啊，叫三车法师带一车书籍。喜欢读书，还有一车的美女，啊，人家讽刺他了，啊，不能持戒，要三车法师，啊，今天这个法师从终南山经过，通知道宣律师，他到山上来访问来看看，哦，道宣律师非常欢迎，趁这个机会来教训教训他。啊，道宣律师持戒之精也，感动天人。他日中一食，中午这餐饭天人送供养。啊，他就想明天表演一下，明天中午窥基大师这儿来，亲眼看到天人供养我。啊，炫耀一下，这持戒的好处。啊，可是第二天呢，窥基大师来了，到中午啊，天人没有来送供养，大失所望。啊，招待这个窥基大师他们一行下山了。到第二天中午，天人来送供养了，他就责备昨天。你为什么没来送供养？他说：“昨天大乘菩萨在这个地方，满山都是护法神，我进不来。”窥基大师听了之后，身上流冷汗，惭愧也。啊，佛门有这么个故事。啊，这个里头都讲表法的意思。大乘菩萨持的是心戒，梵王心地戒品，他不动心呢。啊，眼见色，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分别之处？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都的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境界，法身菩萨的境界。啊，他需不需要这个饮食？不需要啊。不需要，为什么还要这样表演？表演给众生看。我要不这样做，大家不敢学佛。啊，我这样做，这佛法好学，我也可以学啊。戒引众生，这佛法是圆融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
云人修法，无法不云。啊，从戒里头得定得慧，从戒慧里面有戒有定，都是圆满的。啊，戒定慧三学一体。啊，不懂这个道理就错了。古大德说，三教一云，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三教就是戒律，禅宗教下，佛用这个来教化众生。啊，戒律是基础，是教下学。啊，扎根教育。那么中国过去扎根教育，家庭做好了，所以受戒管用。啊，现在受戒出问题了，为什么？他没有《弟子规》的根，没有感应篇的根，没有十三业的根。啊，所以这个戒律学的有问题，学偏了，学邪了。啊，中国自古以来到清朝的中叶，佛法鼎盛。啊，每一个宗里头高僧大德，啊，明心见性的人真有啊！啊，我们看海鲜老和尚，明心见性，他的师父传戒法师也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他不认识这个徒弟。啊，他认识这个徒弟的时候，这他的功夫。这个人是法器啊，从哪里看？从他的禀赋，我们讲天性，这人本性很好，老实听话正干啊，凡是这样的人都会有成就。啊，所以这师父你看多简单呐、啊，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没有，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从早到晚不中断，一句接着一句。啊，我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不是念佛，他持咒，他持咒也是金刚持，默念不出声音，嘴巴在动，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到他啊，他站着也好走着也好，他嘴巴在动啊，我们知道他的咒没动断过。啊，只要你能够不中断，你就能得一心。啊，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一个道理啊。啊，都是大彻大悟的人啊。啊，那么我们比这种人。比不上啊，他那个根基不是一世二世三四五世扎的，至少十世以上啊。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
对这个佛号能深信不疑，真心真愿，这一生决定往生。这是什么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在这一生当中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信，你才能发愿，不是凡人的。凡人哪有不动摇的？所以修这个法门，见到别的法门动摇，一点都不稀奇。一万个人当中能找到一个不动摇，那就不错了。9999个碰到这个情形都会动摇。这个根我们要注意。现在最困难的是根没有了。如何扎这个根？根一定要从弟子规扎起。我们要不虚心，我们小时候没扎，现在学来得及，补习把这个根补出来，把我们这个基地基础，像盖房子一样，这个是地基不够坚固，我们来加工永恒，把它补足往后就一帆风顺。不补足，遇到境界先前会动摇。要记住佛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个法门不如我这个，没这个道理，绝对是平等。问题呢，你能够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就成功，无论哪个法门你不要动摇。我修地藏法门行不行？行。你只要一门深入。我学基督教行不行？行。你那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会得定，你会开悟。你把你修学的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真相是什么？慧能大师说过了：“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基督教是不是在万法里头，还是在万法之外？不立自性呢？这个要懂得，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全是一家了。你学通了，完全明白了没有通达的时候就有隔碍。就有分别，就有执着，自己给自己带来麻烦。完全搞清楚了，分别执着全消了。开悟的人说的多好啊！释迦开悟，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心想，不是别人。所以佛看一切众生，无论学佛哪个法门都好。这世界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最初创始的那个人，都是诸佛如来。
啊，那在我们眼睛里面看去都是阿弥陀佛。啊，一切世间都是极乐世界。啊，只要你能够把清净平等觉召回来，你就真的看到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就在眼前，没离开我一步啊。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皆一，一切一切一切，那个一是任意，不是专一。啊，不是说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意，不是的。任意，任何一个法门，一就代表一切，一切就归到一。啊，你能掌握这个一，你一生成就。啊，根性练的，佛教给我们，啊，这个一用阿弥陀佛最好，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真如本性叫什么？真如本性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众生的真如本性，不是哪一个，一切法都从真如本性发生出来，真如本性就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想他这个字的意思，阿是无，弥陀是量，佛是觉。翻成中国的意思，什么意思？无量觉啊，无量就是无量，就是自信啊。只有自信成无量觉。啊，所以这是你把总的纲领找到了，总源头找到了，啊，枝枝叶叶行不行？任何一片叶，任何一个枝，你慢慢去找，最后呢，最后找到阿弥陀佛，找到根就找到阿弥陀佛。所以它是一不是二了，每一片叶，每一个小枝条，跟这个根都是一体，所以平等。啊，那么你的平等性从这个里头升起，平等的慈，平等的悲，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没有了，这个时候就见性了。啊，起心动念很难，为什么？它太微细了。啊，一秒钟，2100兆的频率，这高频率。我们在这个频率的毫无觉知，一点都不感觉到。啊，那个心清净的人，清净到极处，他感觉到。啊，佛在经上什么地位的菩萨？八地，八地以上，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都感觉到。啊，这么高的频率，他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啊，彻底见到诸法实相。啊，在大乘教里，称这个现象叫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或者是阿赖耶的见分
相分、自证分，啊，证自证分。这部经上，每一品、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究竟圆满的大法。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注解的文：如来身者，出故世间。啊，这个如来身是如来法身，法身就是自性。啊，出是超出，故也是超出的意思，超过。啊，所以出过就是超过世间，这个世间是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了。啊，下面说何以故？不为世法之所染污故。啊，世间一切法。不能再染污它了，为什么？他不会把它放在心上。那么佛法呢？佛法一半是世间法，一半是出世间法。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佛法能不能执着？不能执着。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能不能执着？没到极乐世界之前要执着，到达极乐世界之后不执着。是这么个标准。为什么？自信清净心，一法不立，哪来的阿弥陀佛这句话？啊，这个相没有了，不执着了。啊，离呢？离是圆满的，离就是阿弥陀佛无量久啊。无量久不是物质，无量久也不是精神。痕迹都不沾，啊，那么戒律要执着，啊，为什么要执着？没有离开六道轮回要执着，离开六道轮回就不能执着了，啊，六道轮回里都有善恶。断恶修善，生三善道，不堕三恶道。啊，持戒生三善道，破戒三恶道。的标准在这里。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标准是成佛。啊，你没有到极乐世界要执着，他保证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了。自然就不执着，就放下了。我已经到了，目标到了，不一样啊！啊，戒的有戒的功德了，定有定的功德了，慧有慧的功德了。阿弥陀佛是属于慧呀！啊，你对他相信是大智慧呀，不是大智慧，你怎么会相信？啊，大智慧不动摇啊，没有大智慧会动摇。
啊，海贤老和尚92年，不拐弯了，不拐，没有丢掉啊。92年，也一门深入，尝试学习。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念佛，一句佛号。啊，你看那光碟讲的，那常常见的事情，晚上念佛。啊，看到床上床下屋子里面的四周全是众生听他念佛啊，3点钟起床，3点钟没起来，就有人在他耳朵面前叫他啊，快起来快起来，念佛了啊。有时候见到屋里屋外全是阿弥陀佛，啊，那一天晚上他烧香，在香炉里头插了12支香。第二天有人问他：“你怎么烧这么多香？”他就说出来：“昨天晚上看到屋里屋外全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现前，他看到了啊，虽如来身法身不为事法之所染，没有染净，没有善恶，法身啊，下面说乃至如来身者，如净境中微妙之相。这古人说的比喻，很干净的镜子里面，镜子照到外面的境界相。这个意思代表就是没有污染，没有污染。我们把它说清楚说明白，就是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污染了啊，不放在心上就没有污染，就清净啊。世间法放在心上你就有执着，出世间佛法放在心上叫法执，还是执着啊，有执着是六道凡夫，没有执着的阿罗汉辟支佛啊，没有分别的是菩萨，没有起心动念的是佛。大乘教里头告诉我们这个标准，我们要常常记住，要常常应用在见色闻声上。那什么？那真修行呢？所以放在心上坏了啊！净宗法门之微妙，净宗法门成就那么快速，等于说他保证你成佛啊！他的方法是，就是叫你智持明口。啊，众生喜欢执着，事出事法全放下，你就支持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与事出世间法都不相应，它只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你念它，等于说直接跟阿弥陀佛建立关系，妙在此地。所以你真明白了啊，那我们就可以肯定承认诸佛说的不是我们自己编的，
大乘佛法当中，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证、所传之法，第一法就是心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啊，升起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没有一个人不成就，不成就的是他善根福德有问题。为什么他不相信？他怀疑啊，他不能放下。啊，这个法门，第一等善根的海鲜法师、海清法师，啊，海鲜法师的母亲在家居士，啊，再往前看，地仙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都是这个法门第一当机者。啊，锅炉匠三年成功了。他的条件没有别的。40多岁才遇到佛法。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学什么都不会，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课，就一句佛号念到底，欲知时日，自在往生。锅炉匠也是自在往生。要信，要真心怀疑吃亏的自己，不怀疑往生表演给别人看，别人看了听了生起信心，那都是你的功德啊！一个人听到，一个人生信心，你就度了那个人。所以你这个表演度无量众生了。啊，锅炉匠是个例子。念佛人看到他的公案，啊，也就是看到他的事实证明，对净土的信心坚定。与往生净土的愿心恳切了，都是锅炉匠度的。啊，都是海鲜和尚度的。帮助多少众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而且一生成就。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不能跟他比啊。啊，宗门虽然快速，要上上根人，上上根人难找啊，不容易。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分量，要知道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自己认识自己与哪个法门相应啊，遇到之后一生不改变，没有一个不成就。
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啊，综上引证，经文是为啊，引上用了许多经论来解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啊，当时世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之前啊，他老人家的现的像同心细容啊。啊，佛讲这个经多快多自在啊，多快乐啊，为什么？无量众生因这个法门得度。讲其他一些法门，度众生不度。讲这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啊，十法界，上面是佛菩萨，下面是地狱众生，统统。一个都不漏啊，佛欢喜啊。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是度众生成佛道啊，真正度众生，众生真正成佛道了，佛欢喜。啊，所以这个时候的释迦牟尼佛五根同心细容，心中安乐，妙相清澈，如镜中影啊，很干净的镜子照得清清楚楚啊，如水中月，光明圆满，静若无形。那月亮在水中出现了，啊，水干净，水平，没有波浪，啊，月亮在里面现得很清楚。是光明圆满，静若无形，和悦欢喜，清净庄严。啊，看到这样的清净，又符合故事，《净严疏》里头也解释，佛为什么欢喜？啊，净严大师说，喜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念弥陀佛所成行德可亲，故喜。啊，念阿弥陀佛成就的行德，这得清醒了啊，这一桩事情在海贤老和尚的身上完全看到。啊，你看看这小册子，或者呢细心观看观点，你能见到。念佛的人欢喜啊，
有同学问我，欢喜的时候念佛，苦恼的时候怎么办呢？遇到苦恼的事情，遇到灾难的事情，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把你的法喜念出来，肯定会念出来的。为什么？记住经上这一句话，要用得上，常常用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社会上千变万化，这个相，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一定要晓得虚妄。这相在哪里呢？相就过去了，过去再不回来了。昨天能把昨天找回来吗？上午。这能把上午再找回来吗？找不回来了，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全过去了，过去的再不回头了，你还去想他干什么？想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能看到过去，妙了，在我们这边看不到，为什么？我们这个叫阿赖耶，阿赖耶生灭法，他回不了头，到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到极乐世界时空没有了，那你就能看到过去，也能看到未来。看到过去，你也不会悲伤，顶多叹一口气，迷惑颠倒迷了才会干错事，才会受恶报觉悟了就不会了所以别当真一定要守住自己清净平等觉就对了，这是真正学佛人清净心平等心，处理一切法，在佛家讲法，处理一切法决定没有过失从清净平等觉里面流出来大慈大悲，大悲是拔众生苦救苦大慈是娱乐来安顿这些众生。怎么安顿？佛用什么方法安顿？教学大乘经上常赞叹经现在说法，说法就能解决问题，说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有觉悟了，他就回头了。诸佛、菩萨、阿罗汉，他们证的这个果位。为什么？就是为人演说自己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劝导别人了佛弟子要跟佛一样，劝导众生就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职责那我们要劝别人，先自己搞清楚，
自己还有疑惑，不能叫人真信的。自己没有疑惑了，才能叫人真信。啊，真正发愿往生，往生极乐界干什么？证得无上菩提的果位。啊，证得无上菩提，为什么？为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成就，回归到四弘誓愿第一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干得自然，干得快乐。啊，众生个个往生极乐世界了，在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了，他又到十方法界广度众生，我们看到欢喜啊。啊，欢喜可以，欢喜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越狱清净。越狱清净，法喜充满，没有染污。不像世间法，世间法的时候，哎，他越狱里头他有染污，因为他我没放下啊，他有我爱，他有我慢，他有我痴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染污，不清净的啊。我们要修佛的慈悲，要学佛的宏愿，还要学佛的越狱清净，这就对了。啊，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有很多人来劝我，叫我少说一点，88岁了。啊，一个礼拜说一次就可以了，就不算少了。啊，为什么一天还要讲4个小时？为什么？越狱清净，快乐无比。不说，自己快乐；说了，大家快乐。啊，大家快乐，自己更快乐。四无碍辩才，最后啊，乐说无碍辩。啊，欢喜说，说掉就欢喜，不说不欢喜，越说越有精神。越说越有体力，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得三宝加持，这真的不是假的，得众神加持，得众灵加持。我们跟他们打成一片了，啊，上跟诸佛菩萨，下面跟九界众生成一体，成一片了，啊，所以说所成行的可见的欢喜。第二个呢，念众生得一时之故喜，
本经讲三个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的利益。讲经说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得真实利益。梵王经里面告诉我们，众戒第一条，不作国贼。贼是什么？盗贼。明的是抢，暗的是偷。这是叫众生受害。不做盗贼。第二条，不帮国主。国主纵然不善，也不要批评他。为什么？批评他会引起社会动乱，让社会大众都受苦。这有过失啊！璎珞界不是，是璎珞界里头啊，有两条，好像不是璎珞界，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国制是国家法律。佛门弟子受一点委屈无所谓，修忍辱波罗蜜。不必去申冤了，没有怨恨了。遇到善缘，没有贪念。遇到恶缘，没有嗔恚，都是在修自己啊。善缘恶缘都是好啊。没有这些净缘，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从哪里修来？那就是外面环境，我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是智慧，要如如不动。永远保持在戒定慧上。戒定慧看东西看得透彻，一清二楚啊。帮助这个社会。佛菩萨用什么方法？讲经教学。不收学费的。义务教学，把人全教好了。全教好了，天下就太平，社会就安定，人民就幸福。大乘佛法，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有缘建立道场，教化众生；没有缘，就到深山里面去。清修自己成就啊。真正是见。怎能利益天下了？退呢，可以独善其身。无论是进是退，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太重要了。
清净平等就这五个字，失掉一个字就错了啊，那就不是学佛了，不是佛弟子啊，不是弥陀弟子啊，佛弟子弥陀弟子怎么能把清净平等就失掉了？要学到一时一刻都不曾丢失啊，这真修行人呐！啊，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在这个世界，人是活得这么苦。啊，你要问我自己，我要不为别人想，为自己想。我要为自己想，我就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到极乐世界去，我对这个世界丝毫贪念都没有啊！我早到极乐世界，早成佛，再回来教化众生，身份不同啊！啊，那是菩萨，是再来人呐！啊，谁住在这世间？为什么？还有人想听经，那就有缘。这个世间人都不想听经，就没有缘。那我就早走了。啊，那么我们讲经用网络，用电视。啊，讲经在摄影棚里头，摄影棚经常没人来听啊。我自己对着画面啊，自己讲给自己听啊，快乐无比啊。那么有人收看，那是有缘人啊，他每天到时间啊，他会按下他的按钮啊，打开电视，那是有缘人啊。到底多少人收看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我只知道有人看啊，有人看我就讲啊。那么今年除了讲经之外，还有一点小的变动，有个学习班啊，跟过处同学分享啊自己修学的心路历程啊，自己的感想，自己的领悟，这个交流，像经上所说，真实利益啊，法喜充满了啊，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始，我们学这部经，重点呢。再把里面经的意思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更重要的，怎样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得真实利益，真实智慧。啊，不是只是我讲你听的，你听了之后要跟我分享啊，所以佛他会欢喜啊，
众生缘成熟了。为什么？他能接受了，他能相信，他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世尊说这部经等于替阿弥陀佛照生了他在娑婆世界这个地区照生了，保送大家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迎接这些人，往生就证得阿惟越智，一生成就究竟果位。佛弘法利生第一欢喜的大事，对愿成熟。下面这一段，光阴未微光是光明，阴是容貌无量寿经前注里面说，佛知阴有光，故曰光阴无量寿经前注是丁福宝民国初年佛门的大德定福宝居士他做的，他所译的本子是前清彭绍升居士他的无量寿经借本，他用这个本子这个书早年我读过现状本，可能这个书在澳洲很久我没去翻动它了这丁佛宝居士注解的，巍巍者高大尊胜，有这四个字意思。极力在赞叹阿弥陀佛念老下面又引用嘉祥大师的书，巍巍德胜高显，总表佛的德容，显耀光明，超于一切这是世尊当时身作讲经，让大众看到佛陀的仪表显示出真实的智慧，光明是智慧巍巍是代容老人家的道德，道德高广对于佛陀恭敬之心油然而生这是这就能听法了所以佛讲经之前放光显瑞为什么？不是炫耀自己，是把听众的真诚心恭敬心引发出来，学生没有恭敬心，
没有真诚心，老师是佛，跟他讲经说法，他也得不到利益。啊，他得的是皮毛，甚至于他还有相反的意见。啊，他把世俗东西拿来跟佛来比较。这就错了啊！现在在这个时代真有啊！啊，古时候从小教有道德的根，所以对于有道德的人都还有尊重的心啊。纵然他有一些小的毛病，也不至于批评他。为什么？要让听众对他生欢喜心，生恭敬心。啊，你要是一说，当中善根薄的人，哎，他一听有道理啊，对于讲的人呢，恭敬心就减少了。那换一句话说，他也许在这一座经里会开悟，因为这个缘故啊，开悟机会没有了。这就是坏人的发生慧命，要背因果责任啊。那么现在人不相信因果，这就没法子了啊。这是今天这个社会弘扬圣教最困难的一桩事情啊，就是恭敬心生不起来。这个不但是对佛法，对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包括所有宗教的经典啊，还包括我们世间法啊。中国有世间圣人，有世间贤人啊。世间圣贤有没有开悟？有，有大悟，有小悟啊，彻悟。啊，如果是彻悟啊，他就成佛了。啊，彻悟是明心见性。啊，他们确实有很高明的见解，看得很深，体会得很深，很广。啊，我们一般人没见到的，他见到了。啊，这样的人世世代代都有啊。对我们后学有大利益了。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古圣先贤留下的东西跟心得相应。净山净美啊，全是精华，没有糟粕。糟粕是五千年早就淘汰光了，还等到现在啊？啊，糟粕要能传五千年，它是精华，它不是糟粕。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哪有糟粕能流传五千年道理？啊，五千年当中都没有有智慧、有远见的人把它看穿，那不可能的。啊，那么可能有一点，就是古人所说的东西跟现代科学有相抵触的。啊，与现在
古时候人叫禁言，现在人开放。啊，现在人讲求自由，中国古来的教会对自己约束，那是真的。啊，两个比较，哪个好呢？还是古人那个好。他不出事情。啊，他真正能守住自己，能够对社会带来安定和谐。啊，这个自由开放带来是什么？竞争、斗争、战争。从这上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古人东西好，有道理。啊，能够避免这些灾难。减少天灾人祸啊，这才叫高，这才叫大，这才叫尊，才叫神啊。那么现在人为什么看不见？我们能理解，心浮气躁，他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深度。啊，我能守一点规矩，我能牺牲一点点利益，带给社会的安定，带给国家的和谐，带给世界大同，有价值，有意义，值得了。啊，佛陀在世，纵然遇到别人侵略国家民族，他也不用武力对抗，也不用报复。这个里的意思深，为什么不报复？有因果关系在里头。啊，他知道琉璃王灭世家族前因后果。他知道，他看到前面因，那今天的果报一定要承受，不受怎么样？来生更严重，还是要受，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受了之后，再开导，慢慢就明白了。啊，双方都忏悔。恢复到和谐，啊，恢复到互助合作，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不是一时啊，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世世，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只相信这一世，不相信有来世，则麻烦了。那如何叫现在人真正知道有来世？啊，古人都相信，在中国六经里头都有记载。啊，你问我相不相信有来世？我相信，我真相信。啊，我也丝毫都不怀疑。啊，所以道家对这个事情讲得多，比佛教讲得多，比佛教讲的还要清楚，还要透彻。啊，佛也讲了，善在一切经里头。啊，我们曾经费了一点时间查大藏经，啊，讲地狱果报的事情，把大藏经有关于这些文字全部抄下来，变成一本书，佛说
啊，这注经啊，佛说这个注经，佛说地狱即要啊，把它集结起来说，编这么一本书啊，讲得好啊，道家讲的果讲的多，有一些因没有说清楚，佛经上因讲的清楚啊，合起来看，跟道藏的合起来看，就相信了。理搞明白了，一定有事，理跟事分不开啊，有理必有事，有事一定有理。啊，所以幕后这一句总表佛之德容，显耀光明，超于一切。啊，大家这听众啊，对佛的信心圆满具足，说经的机缘成熟了。啊，佛欢欢喜喜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这部大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